小弟住炕头，请去大厅，会来问他果然有计。哎呀，天哪！怎么世上有这般不生法度的男子家？夫人回来就要问他，他便推罪，为此心生准备离帐与他算账，待我唤他出来。啊，这，哦哟，气死母爷！撤了，快来！哦，来了。好不放了，你是若有机会来赶紧守着你。
娘子西洋城的长子家红被抓上，黑人的嘴嘛就越发的大了。哎，娘子，哎，饶了，打不打？哎，饶了，打你，哎，饶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师傅，哎，是呀，红，啊，娘子，口方是么？是叫了媒人吧，答辩饶你，再犯定罪。好，多谢娘子舍弃啦，是是是，舍弃啦。
是进去吃是陈皮杀人他消消气。放我起来的呀、啊、那不是的、啊、是娘子死亲生的。阿金，
我有臣接到他巡防中去。阿基此事臣身呐，缘何跪在其殿？母亲摔过一旁，听他心来说些什么？谢谢陛下垂旨啊，这是哪里是情？娘子，阮那个恨之恨，受都不这个老头啊！哎呀呀呀！我好端端的守在家里呀，他就红妆春娇，是你今日叫我难受。唤号，请进。今日到无人看见，旁人窥照，山光怪也好。娘子，我今后再也不敢说话了呀。我心从今。啊，呼吸的乱，哦哟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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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叫不赢了。大姑娘，哀求神道啊，神道啊，神道，观澜大舅母春草呀，方神明明算神回天了，跪的是我，与老兄弟有什么相干呢？扯淡！衣冠不正，倘说朋友之过，陶渊明不为翁德米折腰，自己身体有损，你既为男子，感情缺心与父啊，人不是感缺心，与老兄弟有什么相干呢？啊！像世间那月红衣这样梳头的男子，跪在此。
这是哪个的声音呐、放下。哦哟，又是死后一把。你在此与哪个讲话？苏叔是在外。我正要见他，劝妻放你去啊。哦，是是，多谢娘子亲近。哦，是亲近了。啊，子转秀。啊，吉祥。啊，西从何来呀？发放了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发放了啊！休得取笑！放下，想起，我正要去见他，需要一粒儿代之哟。这功夫，子传，随我来，随我来。啊娘子，四川兄进来了。啊，尊上，苏大人，四川吉祥，四川兄，请坐，请坐，娘子嘛，等，请上座，不给力，特小心了啊。四位们，怎样？我有些说不惯的。苏大人倒是一呼归岗。尊上，下官。有言奉告，请讲。请讲。舍文赴党，以身为证。姬昌有何罪，而令其惭愧其篇？岂恐奉其不奉，奉也。呵呵，不奉，伤风败俗。一粒乱肠不空啊，不空！啊，苏大人，尊上，奴家是西郡差刘知进士，自古夫妻之道。是啊，我家娘子是接通大理的。原是他不计不负，莫怪我不义不服，只愿负当不正，今生我丈夫何以丈夫？变真的神。
朝是某的相随，其常不过是白说而已。尊上，你何必出这样的瓜臭啊？啊！你的瓜臭倒是不吃瓜臭，急着吃瓜臭。哎我不过，我只是大、哎呀，娘子。
不传，喂，真是不传啊！老鼠，哎，又是老鼠，自不倒，我家门自家户，今后免老下过。下官还要来看几场的。你若在阴塔上门，我和你做一世的死冤家。哎呀，娘子啊，师父已经学徒，我准备写后书冤家。刚要出去，你怎么不说？快来来来，金丝腿三千。宁夜争强壮，百步不成，我不与林正商量，去夜前日红。是。还想去前？该去呀、啊！小弟前在洛阳，啊、我有差头来报。啊，是。家主已拿下四千的了、哦，这就好了。哎呀，待小弟即将赶回看时，却去了四宫，臭卖忘了。哦，就是勇马出塞，待人生子也是没事啊。哎、飞刀云雨，连那臭的。啊叫他赶出去了，用这等子，带我进去射他进去。就是啊，你又要连累我了？不连累你的，不连累我的，我连累你的，不连累。有我在此，有你在此，有我在此，不连累我，不连累你的。水过来，好，水过来，啊，娘子。哎，自在兄，他又进来了啊！尊嫂，几场进啊！进来啦！哦，再不该乱酒贪花了啊！如何啊？讲了我日的话，只这一句中听。啊，娘子，自在兄，他是精通道理的。只有一句。哎，娘子说了，只有一句话，啊、只有一句句。看他来，风雨苏老爷爷。有茶吃呀，有茶吃呀。尊嫂，茶倒不消。下官还有一言奉告，你的是话也太多了。这样，如今玉楼吞不下虚房不后，城门不后，欲以苏氏虎干撤坦。撤坦哦，下官欲计藏。哦，天津来家亲，三姐姐请。哎呀，张娜娜送我来衣，拿回去。哎呀，天烦人。喂，老鼠。哎呦，又是老鼠。像是你会蚂蚁想法的，哪见得我？是儿子，啊，儿子，你此话又讲差了。我后娘后场正要生子，被你说成这样伤心的话了。啊，娘子哭什么？不，太大太大啊！尊嫂，你说用他去一起破，你这终身恨不够。Oh, 天
臣。